喜你，非常欢迎你加入议价国际全球事业平台。在这里，您可以通过组建自己的销售团队来打造这份事业以及被动的收入哦。议价不仅为你提供极具人性化、公平和非常有竞争力的事业计划，更能协助你自用省钱、分享赚钱，时刻能收获到丰硕的奖励哦。只要购买一套 VIP 套餐，您就可以成为全球代理啦。那成为全球代理到底有什么好处呢？那一家事业呢，有十大的优势。一呢，一次性成为全球代理的话呢，终身呢就享有代理的资格。二呢，不考核个人的业绩，没有强制性的重复消费，没有强制性的重复消费，这个很重要哦。三，收入呢只与业绩有关，没有荣衔限制呢，没有比例限制，没有时间限制，没有任何的陷阱。那四呢，可以经营多个资格，然后呢收入是不封顶的。五呢，大区的业绩永不归零。那六呢，伞下所有的业绩呢不脱离不超越。那七呢，团队作战呢可以就是互相借力。那八呢，就是全球代理的业绩呢可以全球连线哦，100%参与计算的哦。那九呢，就是拼位置上不下，永不滑落。那十呢，就是收入可以持续的收入，被动收入，然后呢资格呢也可以实习。现在呢我们来算算我们的奖金类型。那我们总共有六大的奖金的哦。那第一项奖金呢就是和我们的组织销售奖。那组织销售奖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组织啊，我们的团队的一个收入，那呢也是一家国际事业计划里的核心奖金。那呢我们是以 BV 来计算的，就是 BV 乘一个15%哦。计算方式呢至于采用的每天对碰。那呢我们的热封顶呢就是和美金的1500块。那你想想，如果每天1500块的话呢，一个月呢就是有这个4500嘛。那假设的话呢，如果你不止一个钱包的话呢，那你如果你有三个钱包的话呢，那你一个月的就是讲说收入呢是非常非常的可观的，对不对？一个月的收入，所以呢也称之为于被动收入。那好，第二个奖金呢就是个人销售奖，就适合你的 personal sales， 就很简单很直接。那如果你推荐了你的朋友成为全球代理的话呢，公司呢就可以立刻会奖励你这个奖金哦，就是 BV 乘一个20%这样子。那好消息哦，我们从2024年3月28号起呢，我们公司呢走着2年的政策，就是讲说每当你推荐第二个朋友的时候呢，那公司呢就会另外奖励你300块美金哦。所以呢你一推二来讲呢，你总共可以获得美金575的哦。那呢就是多劳多得，所以非常的丰厚啊，这个奖励。第三个奖呢就是个人复购回馈奖。怎么说呢，就是你今天是全球代理，那呢你用你的这个户口去补一些货或者是买一些货的时候呢，那公司就会跟你讲谢谢啊，然后呢就会回馈这个18% of the BV 到你这个一加币户口的。那如果你改次再复购的话呢，就可以用这一个一加币去抵扣的。所以呢越用越省钱，就是这样来的咯。第四个奖项呢就是荣衔奖。当你伞下大组的业绩呢有8000 BV 的时候呢，那你各个小组的业绩加起来也有8000 BV 的时候，那恭喜你啦，你就晋升为水晶领袖啦。那身为水晶领袖呢，公司呢就会立刻奖励你2000块美金以及1000分的旅游积分。那其实在我们一家国际呢只有5个拼位，就是呢水晶、珍珠、蓝宝、红宝跟皇冠而已。那当你每晋升一个拼位的时候呢，公司就会奖励你现金以及呢旅游积分。那旅游积分的话呢，你可以拿来学习或者是去旅游。第五个奖项呢就是组织复购共享奖，就是 repurchase BV of the 6%啊，我们是采用紧缩的形式的。就比如说呢，你的伞下组织刚好第13代出现一个 superstar， 他购买了很多很多的产品，那呢由于是紧缩，所以呢他的业绩还是跟你有关哦，恭喜了。那第六个奖金呢就是最后一个奖金，就是皇冠分红。那恭喜你啦，当上皇冠总裁，那您就可以享有全球56个国家的7.3%分红。那就不管你今天是在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加拿大、泰国、越南、香港、澳洲等等的国家所产生的业绩都跟你有关。那你可以想想你每一天都有被动的收入，那你每一天呢都是在数钞票，那真正的活出了时间和财富的自由。一个小小的决定就可以改变您个人的命运、家庭的命运、家族的命运，甚至世世代代的命运。让我们携手帮助更多人得到美、得到健康、得到快乐、得到财富，让我们一起加油吧。